那个双城站的全线的路线，然后我们运行的模式有两种，一个是大圈的，就是到双城的，另外就是从安坑站就回来了。我是因为从左边月台就是往这个双城站，右手边这个月台就是往安坑站。那上面各位看到有绿色的小点，绿色这个小点哈，这就是我们萤火虫回家的路哈。那当2月5号，如果是有风的时候，那个新北捷运安坑轻轨14站站，15:49。对，它有这个一个平淡的开箱首站。对对是。好，那接着报告这个，各位看到这个飞翔安坑的公共艺术的一个作品了，这是我们有国内跟国外有四个艺术家有创作80只蝴蝶在这个我们场站里面。那我们特别在这边中啊，右边是环状线的14张，黑色三线蝶，左边是安坑轻轨的14张，系列就有种。那我们在栏杆上有设置一个 QR code， 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寻宝，一扫就可以知道说它一个，对，看一下，哦，进站了，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。有台列车进站。但是不是所有的蝴蝶都有啊？但是有些是艺术家创作的，它就没有名字了，它是这个美感的一个。对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。那我们光头麻烦我们引导我们媒体朋友到联防点。我们引导这个媒体朋友到我们 B 栋联防点啊。不能过去吧？部长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可以吗？不行。那还不行。怕有人呐、那还不行呢，还不行过去。应该算了，可以过去吗？对，那个，等10号我们就可以那个，不错，先开箱。你说超开心的啊！之后就可以搭安坑轻轨，然后这边是开往双城。我们可以看到期待10号那个试营运。10张，然后往安康，然后2种，然后往双城。真的很赞呢，其实它就那个2020的台湾车辆。这个路上面干嘛专门多多电话啊，一个方面。来，再见，拜拜。好赞哦，14张，新北捷安坑轻轨14张。
到下面他妈专门都丢了，丢了，再见，拜拜。秩序与安全，请在候车站及列车上等候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安全第一优先。